ni Kun Song Lan. Dia ambil bengkel. Pemain tintang. Mana dia lah?是的，是讲你为什么滚走我呢？唔滚走你，我本来知影你两个即马状况是安怎，啊？其实我跟杨姐分开，是我家己决定的，因为我开跟杨姐还佫讲小姐伤过济啊，所以唔管你答应还是唔答应，我拢坚持要离婚。我想要杨姐当去做伊的陈静辉。你莫佮我讲啊，我要替杨姐佮你讲。 你明明知影奈美，爱你来搞，会当放手，我咧等去做陈静辉啊。所以，就是决定要离婚。你是咧利用伊对你爱，啊？爸，不要紧啦，奈美，爸的手气，这嘛是应该。爸，是的。 我并无咧利用奈美对我的感情，我嘛知影讲我离开，伊一定足伤心，伊会受伤，所以我一直在等你回来，想要好好甲你分析咧。爸，我真足感谢你啊！这么多年来，你拢当作好心共款来照顾我。之前我不答应过你。 我会照顾奈美一世人，但不过今麦我必须爱离开，我违背我的约束，因为我是陈静辉，我唔是亲母杨姐，我必须要有所有一切，等去原谅。我真感谢我奈美，也当完成我的愿望，也希望讲爸，也当体谅我、谅解我，也当尊重我两人共同的决定。 什么共同决定？这就是奈美牺牲尔，我一个好好查某囝教你啊！你这么一句悔恨记地的，都要甲放散了，啊！我谅解，我想要谅解一个求婚查某囝人。好你啊！爸，你十八年前，我要改变杨姐记地的时阵，你都要反对过啊！是我强强把杨姐留在我身躯边的。 你即马只是要倒去伊个家庭，伊无做唔对代志，你袂当咧怪伊。我是要怪伊啦！我这查某囝温柔善良，伊若救你个命，管你面死面高，我咧爱你。28年啊，伊陪你28年啊，结果咧，你就想伊咧是陈志辉。 都随便等你找你的某囝，既然你无想要做亲母杨姐，那你亲母杨姐所有一切，你拢爱行回来。你就永远不是上野集团的社长，嘛不是国家的囝婿，你要做等于什么拢无陈志辉。 你袂当安尼，上野集团是杨姐一手划起来的公司，伊替咱高家伫咧日本，事业做真大，赚做侪钱的，你袂当安尼甲伊赶走，安尼对伊讲无公平。不要紧啦，奈美，如果决定讲我要等于阿哥身躯边，做等于陈静辉了，伊当中我已经决定啊，我会当放弃所有一切。 什么代志？
我知你咩条件，我即刻随佢。啊，是的，我有好事出大事，我必须要赶快处理。跟奈美代志，等下咱就继续参详。你是不是想要用净身出户来威胁杨家的老路来？我唔对，只要让伊一无所有啊，伊就会乖啊。爸，二十八年啊，你敢无了解杨家？伊敢是一种会让你威胁的人？伊家己有能力，伊会当打拼出家己的一片天。我不会有这个机会。爸，你别当安尼，我已经真对不起杨姐啊。而且，迄个江小姐我嘛见过啊，伊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人，我真正无想要阁抢走伊的幸福啊。那你幸福哩？我已经有我偷来这二十八年的幸福。我已经满足了，真正满足啊！得买老白菜啊！爸，我已经害杨姐啊，够讲休假，因两个人分开二十八年啊，那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。我今麦伤心流目屎，迄嘛是我家己做得来的。爸，你唔是有讲过，讲你一直真欣赏杨姐，你认为伊是一个重才，你不应该因为唔甘我去处罚伊。唉，我是做起杨姐，阿妹也嘛是因为唔甘你受苦，我来对待伊啊，是想要甲伊。到底你辛苦病，爸，我真正无想要留一个心无在我心上的查甫人，安尼我家己更加痛苦呢。你敢真正对我那个放弃啊？不过，杨姐敢真正袂记你，当年是我对杀伊。爸，那是真正袂记的。伊若是想起来，伊就甲周信强还佮有彭耀武讲啊。你讲啥？周信强、彭耀武，杨姐跟伊有见面？阿是阿伊无想起来，爸，唔是你想安尼。其实我一直要甲你讲，周信强甲彭耀武即摆拢是大头家啊。因为伊甲上野集团有签三号的合作案，所以杨姐甲伊较有交差。杨姐甲伊两个见面啊，啊伊两个敢无认出来，伊就三千位。因确实有怀疑过。要不过迄个时阵，杨姐啥物拢想袂起来啊！而且我嘛有做一寡代志，让因相信伊真正毋是陈静辉。那你杨姐即摆已经想起家己是陈静辉啊，啥都无甲因讲咧？迄是因为杨姐真怨恨彭耀武，当当年一脚甲伊踢落山坎，让伊有厝无倒转去。原来是安尼啊！当当年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想要要对三三兄弟啊？即摆杨姐就要等于江小姐的身躯边啊，安尼真紧，因两个就会发现，伊就是陈静辉啊。爸，你袂因为安尼就对杨姐做啥吼？你都讲过啊，
周胜强甲彭耀武是土头家呢，下当甲商业集团合作，事业应该做真大啊！今麦是盛发集团，还佮有大方营造，拢是伫台湾真大企业。嗯，安尼真好，因个应该袂甲当年所做过代志也出来，即个卖出我麻烦，我也甲当作是真久无见面的好朋友，安尼就好啊。爸，我知影进前你伫咧国外时阵做的生意，拢游走在法律边缘。以前你讲过，你有不低的苦衷，也毋过即摆人周胜强甲彭耀武拢是有头有面的大头家啊。我希望你嘛当进进动动做生意，莫害我逐天烦恼你，好不？好啦，你讲代志哦，我咧考虑啊。来啦。会，今麦还阁是青木杨介，连奈去拜托高艾伦替小告诉，敢不就为难啊？哦，你头下讲话要甲我讲，就是要甲我讲这哦。我廖春，你要讲啥嘞？放心啦，哟、啊，紫薇哟是我的好心呢，不管我做啥，我拢袂感觉为难啊。那呢？先喏。你不是讲？奈美爸爸今日回来，你安尼走出来，敢袂不得？无代志啦，别烦恼。你变啥喏？刚刚奈美因爸爸怕你，伊是毋是足生气，袂答应你甲奈美分手啊？无啦，做爸爸拢毋听查某囝。啊！不过跟奈美，阮坚信要分开啦。伊无想要答应，也袂得。伊拢已经起甲对你动手啊！这代志一定无你讲的遐尼啊简单。你是毋是惊我操烦，所以你对我讲白话？这回，你是毋是有足侪心事拢无甲我讲啊？嗯，我即摆上大的心事。就是希望讲会当赶紧哦，返去你的身躯边啊！哎呦，你放心，即摆咱两个已经熟人啊，过去上歹28年拢已经过去啊。放心，我会赶紧把代志处理好势，赶紧返去你的身躯边啊！即摆会当看到你，知影你平安，我真正足欢喜。所以你嘛卖勉强，迄代志。豆豆处理好就好，嗯。我知，我告诉办事啊。我过来找这王建的，看有相像代志无？啊。嗯。爸这么反对我跟奈美分手，而且我今麦发现讲阿爸是不择手段的人。若是兄弟啊联手，不应该，我一定想办法好好保佑阿刘华。